哎，博士真的洗得很温柔哎，哇塞，博士真的有够会玩的。大家好，我喜欢帮今天来到可乐开箱。那要开箱什么呢？现在天气非常非常热，然后都流了很多汗，每个人都想洗澡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玛卡蓬蓬洗沐足。你们不要想说听到玛卡就是洗了可以干嘛，没有，玛卡的作用不是只有让你们勃起而已。之前在有一个叫自然萃取公司，他们有做研究，那有研究显示，就是说把这个玛卡的成分呢放在洗发精里面，那每天是可以使用的。那你用了之后呢，会保持我们的头发健康，那比较细软的头发呢，它会变得比较粗硬一点。听好，是头发粗硬，不是你的阴茎粗硬。不要想说洗了之后你会多粗硬，然后再来私讯我说为什么我洗了没有用？它是洗头发的。那今天这个玛卡蓬蓬洗沐足，它很特别的是，你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有它专属的洗沐足。因为上次我去参加达康达康的节目，那大家觉得为什么我在那边可以笑成这样呢？平常都很难笑，那你们都知道让我生气，我都很笑，所以大家就很希望再看到他们两个。那因为加上今天洗沐足是专门为了男士出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再次欢迎达康达康来跟我们一起开箱。耶、yeah, yeah, yeah, ！欢迎康康，大家好，博士好，博士好，你好，欢迎。我们要开箱那个男性专用，男性专用，对，玛卡蓬蓬，只要有毛的地方都可以洗的，对，有毛可以洗的。我说真没有毛，其他地方还是蛮多毛的啦，还是有毛啦，有一点，还剩一点点，这算是预防性脱发，没有错啦。那我们开始开箱吧，怎么长得像行李箱？真的？你说这一整个吗？这个啊，不，它这个就是长得像行李箱。好，哎呦，你就痛快撕开它。对，哇，好高级，这个是。立体书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对，是儿童立体书的感觉。有声书。这是什么？相框。这你们可能不懂，这我两个是要搭起来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它是一个好像游泳池的造型。它这个是要搭起来吗？这样不就搭起来了吗？对啊。哦，这样搭起来。对啊，这样搭起来了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是想要把它变形金刚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哦，吸住了。这边是磁铁。对。哇，好棒。然后呢？然后搭起来干嘛？对啊，放水进去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它已经有水，那水是假的，好不好？不是在里面洗澡的意思，真的吗？这可以当放东西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重点是洗沐足在哪？在下面。是不是要拉？这里，抽屉。哦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它有说明，有一个什么泳池，泳池啊，这个泳池，然后手机架组装。你说这个是手机架？对。我们看一下。这样吗？这样。这个有一个美术概念是好的，怎么看？是不是这样？它先穿过去。那只要架什么？怎不可能架啊？有说明书吗？说明书，需要扫 QR， 所以你们可以扫这个 QR code， 他会教你们怎么架。怎么架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懂了。他说，他有告诉我们，请将手机架放在水池后方插口。哦，他这一整个是手机架。哎呀，误会他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我们先打开来。这里啦，游泳池拆解一下哈。哦，所以是这样吗？哦，这样子啦。然后扫描后将手机横放于手机架上。第三个呢，它还有一个启动那个电音。哎，这个设计有点炫哎，它把手机放在里面，它本身是有音箱的感觉。音箱的感觉。好，那扫完这个之后呢，它就有那个电音放在这个上面。哦，这个很熟悉哦。对，大家都知道的哈。哦，它真的立了起来耶！这是什么音乐？这个是类似 Tokyo Hot 的音乐，东京热是一家 A 片厂商，它专门做无码的成人影片。然后配这个音乐。哎，它的主题曲是类似像这样的电影，这样很紧张哎，都不能放松。这只是开头而已啦。哦，开头而已。女优在摆 pose 的时候会用这个，真的做摆这个太压力太大了。真的做摆这个。男优只能这样一直快，刚刚扫东京热，所以其实是跟随着这个主题吗？这个主题没有错，但是这个游泳池本身呢，其实跟东京热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只是他们环绕着 AV 的这个是。那跟大家介绍这个游泳池呢，它其实是至少台湾和日本的男性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游泳池。这个泳池呢，它位于东京的新宿，对，然后它是一个摄影棚。OK， 这一栋建筑物呢，它是在这栋建筑物里面的九楼。对，那那栋建筑本身是一个高级公寓，哦，所以它私人的啦。对，这是九楼十楼，它买下来做摄影棚。对，然后是一家 P Studio 公司经营的。嗯，然后这一个摄影棚本身叫做 Hanasono Room， 翻译中文应该是花园房的意思。
思。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场景啊，有比如说什么赌场啊，那种会客室沙发、啊。那在它酒楼的外面，有点像阳台的地方，就一个像这样的游泳池，大家叫它的名字通常叫做 Leno Pool 或 Arno Pool。意思其实就是那个游泳池。好，请教阿达一些问题。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是不是？对，它可以左右这样子打开，中间会可以完全看到天空。所以下雨的话，水是可以直接这样淋进来。其实蛮浪漫的啦，积水这样子。对，说实在的，真的是很豪宅、很豪宅这种游泳池。我说实在的，顶楼跟这种游泳池比起来，顶楼游泳池可能还稍微容易一点。对，因为它毕竟它就是在一个楼层的最上面，但这个是在楼层中间要延伸出来，对，所以它技术上来说可能是还是比较困难的。那其实呢，这不只是租给 AB 或者是一些拍片的、拍广告的，一般人其实可以租，而且甚至是 NHK 的晨间节目都在那边取景，什么假面骑士啊、世界奇妙物语啊，这都是很知名的作品，对，都是很知名的，所以其实他也是会拍一些这场作品。对，然后他租金其实我不知道算不算贵啦，那如果大家一起合资的话，可能可以去参观一下，就是3小时50,000元。后来呢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开始拒绝 AV 影片拍摄，因为每次他们拍完之后，就会在里面留下大量男优和女优的体液，所以这个经营公司就必须要把水全部抽出来，然后再放新的进去。对，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这个泳池的尺寸，分别长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是6.6米，宽呢是3.2米，那深呢是1.2米，还蛮小的。1.2米，我觉得这是很有玄机的一个深度。为什么？你想看，如果在一个大概2米深的泳池的话，没有办法坐吧？可以啊，大家一直不行，不，而且脚还要一直，对对，还要一直踢蛙式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日本 AV 的女优其实身高通常不高。其实140公分、150公分其实常态，所以120公分、所以他们都是在水里面做。有在水里面，有在岸上，那岸上会铺瑜伽垫，避免伤害就是女友的膝盖。120公分很浅的，你会灭顶吗？不会吧？120公分，我灭。我记得他的身高不会。不会，多少？159。没错，他现在永远都记得我的身高了，因为上次不小心大大的伤害到了你。太矮了吧？你本来就太矮了啦。159。那再来要介绍关于 AV 知识的部分了。怎么样？据说在那边第一部拍的 AV， 它的番号是 LOM001， 大家记起来。LOM 为什么叫 LOM？ LOM 其实它就有点像番号的意思，就有点像比如说图书馆里 ISBN 的号码。每一本书有每一本书的编号。每一部 A 片每一部 A 片都有自己的编号。那这个就是它的番号。是。这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完全征服。镜涌水浊，镜涌水浊，我的问题真的一样，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镜涌水浊。那这部片呢，它的女优因为尊重我们，要介绍她一下 ，Surenaga Hiyori， 莫有 Hiyori。那镜涌水浊是什么呢？镜涌的意思就是比赛游泳。镜涌，Mizuki 就是泳衣，所以它是比赛用泳衣的意思。那不就是连身的？对。那最后呢，当然就是要推荐给大家，在这个很有名的游泳池里面拍，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品是什么？好，这个番号是 MIAE141。它是2017年的作品。2017年。对，那主演的女优她在2019年的时候退役。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 AV 女优了。对，那游泳选手吗？不是，没有，他不会因为拍过镜涌水浊，然后就游泳。他后来觉得是兴趣。是有很多运动选手后来去拍 AV， 但不是反过来。好，那这个退役女优名字叫做 Honda Misaki。对，那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痴女系的作品。那其中有个场景呢，就会在这个 Leno Pool 拍摄。好，那里面的产品呢？我刚刚讲了嘛，全身有毛的地方都可以洗。那第一个呢是麝香玛卡沐浴乳，紧肤超弹力，玛卡活力。第二个呢是洗发精，控油蓬松，细软发专用。就像我刚前面讲的，它会让我们头发变得比较硬一点。男生比较多喜欢控油蓬松的，是因为男生因为荷尔蒙关系比较容易很容易出油。对。那再来呢就是洗面乳，洗脸的。那再来最后一个是比较特别的，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是男生私密处的毛发使用，因为呢私密处也有脸嘛。不是，我想请问一下，私密处有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私密处的头，他有头，有头有脸，没有，但是他有头有脸啊，有头有脸。
脸有嘴巴，有头有脸大人物，好不好？好清楚啊！不是有头就有脸，那边有头没有脸，有头有嘴巴，很恐怖。这个私密处就是洗私密处的头发跟皮，你们如果要剥开的话，就用水洗就好。可是有些人藏不起来啊。那这样子，我教你们怎么洗。比如说，你们就是会弄在手上嘛，嗯，那你们就是弄在毛发上面，这样搓搓搓，不是就会有泡泡了吗？对，那时候应该是软的嘛。那时候这样搓一搓有泡泡之后，就可以拿起来，就这样子顺着皮肤洗下去，这样就好了。那等到你的这个泡泡冲完之后，你再把它翻开来，用清水去清你的头跟脖子的这个沟。哎，那不是，如果我先硬起来，不是更安全吗？不行，因为硬起来的话，那个头这边就露出来了。不是，我让我自己硬起来了，那我的头基本上在上方嘛，那我就往下这样洗。哦，这样也可以，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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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然后我再洗。对对对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真的是要先硬起来。对对对，我又觉得这样比较方便。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反正就是避开这一节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避啦。避开这一节就是身体的地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反正这个呢，就是洗毛发的地方，私密处。那我有请我们的可乐老板洗过了，那个人的感受是这个洗的时候蛮舒服、清爽、凉凉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回去试试看。我们等一下就会请康康跟阿达。我不是试这一罐吧？我不是试这一罐吧？等一下。好，那这个玛卡洗发露厂商说它号称是洗发界的蓝色小药丸，但是它这个会硬的是你的发根，是你的阴茎，对，然后洗的也不会勃起，对，洗的也不会勃起，也不会让你壮阳。如果你觉得有壮阳的效果的话，那也很好，那是你的心理效果。因为刚好康康是细软发，看等一下洗完它的发根会不会变得蓬松。我们现在就要来请康康来帮我们测试这个细软发专用的洗发精，是，那麻烦康康我们。好的，所以等一下是博士的服务，我帮你洗。我觉得你今天这样有点太爽了。对啊，我是认真的，觉得我就是帮你盖上毯子，这样 OK， 这样 OK 吗？我先把眼镜脱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帮你戴上眼罩。这服务是不是太好了一点？还有蒸汽眼罩，蒸汽眼罩啊！你顺便放松一下，因为其实头部按摩的时候，眼睛其实这边也可以顺便放松这样。那我们要先开始洗头，对不对？你私密处吗？这个没有私密处啊，我那边才不是。我们可以先试试看这个，试看它质感是不是？男性肌肤，好。来，我们看这质地是很清澈的哦，然后我们把它涂抹开来，然后你看到这皮肤会看起来滑滑的，蛮舒服的味道。哎呀，不太，我有闻到，有点柑橘的感觉是吗？对，它有洋甘菊的，它有洋甘菊跟人参，所以博士你要先帮他打湿头发。对，先打湿头发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博士要开始帮你冲头发了。谢谢博士，谢谢。有点凉吧？不是。不是有点凉，有点冷到。你喜欢热一点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就这样，就这样是。对对对，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。博士用什么样的温度我都接受。你已经很幸福，博士帮你洗头了，你还在抱怨什么样的温度我都愿意接受。这样呢？这样呢？可以。冲得很温柔哦，谢谢博士。所以你觉得博士的手法怎么样？冲得很温和，我有感觉到博士的指尖呢。是不是可以用洗发精了？可以。你头要抬起来一点，不然洗不到下面。好，不要让博士抬你的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自己抬我的头。博士头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博士真的洗得很温柔哎。好，我们现在帮你洗头发了。挤了超多洗发精的哦。博士你很厉害哎，其实你博士好淘气哦。OK， 没关系，只要是博士我都 OK。不是手法，不是，好特殊哦。对啊，放松头，放松，放松啊，放松。哦，博士，你手指都不会受伤吗？哦，这是一个抛接球的方法。等一下，博士怎么可能会这样？博士是个很淘气的博士啊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声音的方向有点奇怪？为什么声音的方向有点奇怪？等一下，谁在打？干嘛？李嫂，刚是你啊？你是不是跟博士换走了？我在厕所。你才没有在厕所，你一定在现场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博士你也会这样子帮人家洗头吗？哦，没关系，只要是博士这样，我 OK。博士这样我 OK。好了，博士还是你就帮他按摩一下，洗可以啊。各位博士的粉丝，好吧？呀，为什么洗耳朵？博士。这样有一点点，我会害羞这样子。这个是可以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情趣洗发。
情趣洗发，情趣洗发，耳朵可以一直洗就对了，就是洗耳背哦，对，耳朵哦，这种手法，对，啊，不要洗到耳朵里面，有趣，是按摩的时候，其实耳朵附近这个地方，太阳穴，然后耳朵后面这个地方，还有那个后面好像有百会吧，然后就是用指腹的地方这样可以稍微按一下，因为按摩有时候也是可以让你的头发生长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所以现在要冲了吗？对，要冲了。好的，测试一下水。哇，我太幸福了，哇。博士也是喷的还蛮豪迈的，博士真的是你吗？博士现在姿势超像在洗车的哦。好，博士不要闹了，好好洗，没关系，博士喜欢这样就这样。都是我，博士你那里再豪迈一点点。博士，博士真的有个会玩的。哦，博士，博士也太刺激了吧？啊，博士，怎么会有篮球鞋的声音？等一下，这是运动场哦，运动场是不是啊？不是，可能太久没帮人家洗头了啦，可能还是有点生疏了。不会，我觉得博士喷、那個、哦，所以你还满意嘛？博士这样 OK， 应该可以了。所以通常这个时候是不是会给他一些按摩呢？对，给按摩。哦，博士也会按摩吗？等一下，这不是按摩，博士。这什么？这什么按摩方式？这是灰苍蝇而已吧、欸？你有没有看过《黄飞鸿》里面有一集？黄飞鸿才会按摩。铁鸡豆腐功，甄子丹就是拿。黄飞鸿不是干按摩的好吗？好，哇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对，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最后博士，请你确认一下。博士不要一直听他的主意好吗？欸，真的很幸福哎、欸。这眼罩是不是可以拿下来？衣服撕掉了，都感觉好开心哦。我真的觉得我非常非常幸运，我没有任何要占便宜的意思，但是被博士洗头的时候真的超舒服的，也真的好棒、哦，博士谢谢。哦，袖子好湿哦。要看一下那个发根，有挺吗？有吗？是不是有蓬松的感觉？有松一点。去找个吹风机好了，我袖子都湿掉了，刚见到这个湿的程度根本不是见到吧？刚见到了，不要那么多疑好不好？刚刚见到了啦，来，谁要洗你头啊？无聊。没有人会全部都拿洗的吗？没有，全部是你的手是不是？下巴还没，什么博士的手熟？我想说这样洗都可能这样洗，蛮多你的。这下巴还没，好讨厌哦，好讨厌哦！比起婆更害怕温柔的手感，对不对？超怕，我最不想那个是你。他就是洗完头了，也吹完了。是，我们现在请冯玉和的老板来帮我们康康来评估一下他的发。有没有变好？有没有坚挺？有没有变硬？那我们欢迎提供我们今天这个场域借我们拍摄的老板，我们的老板，欢迎他，欢迎他，欢迎他。蓬松哎，这个头发蓬松啊！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因为像我自己也是细软发，所以是很困扰，就是关于蓬松这个部分。对，而且这次还没有上胶嘛，什么都还没做。对，我刚好认真帮他洗头。非常蓬松，因为差很多，就刚刚看到的时候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场地，谢谢。这个组合是限量的组合，就在官网还有我们影片下面的文章里面有，不要再去买到盗版的，就是只有这两个平台，你们要买盗版，那我就没有办法。我跟你讲了，就是官网跟这个影片下面的链接，那有优惠码你们可以使用哦。那先谢谢达康来跟我们一起拍摄可乐开箱，谢谢，谢谢博士，谢谢，拜拜。